大家早，今天是到大雪山游乐区玩了一天，2天1夜回来以后，今天身疲力竭，所以今天就很抱歉不上工，等一下，下去巡视一下就要收工了，因为身体还是有点累，也就是肌肉有点酸痛。那等下就喂喂鱼啊，走一走，玩一玩，看一看，看哪些地方还要修整的，看一看。今天的工作主要就是这样子。OK，我们要下去看一看喽。Hello，大家好，这是趁黑母鸡不在的时候呢，来偷拍一下，看它总共下了几颗蛋。我算了一下，很恐怖。他自己一个人下了13颗蛋，当然也有可能有别人下在这里。反正现在总共有13颗蛋，那我也暂时不理他，因为趁他不在的时候来观察他一下。等一下我们再去看看其他的好玩的事情咯。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还是顺道来看一下我的木瓜。这个木瓜呢，看起来。这个本来判定可能会失败的木瓜，看起来还好，它有在继续生长，叶子还蛮强硬的，也就是说，它的水分应该还是够。也就是木瓜只要一点点的话，其实它就可以活得很好。像这边接触的点就只有这一个跟后面这一个两个位置，但看它会不会更强壮的长起来。那这也是一个，这个是另外一颗，也是长得不错，期盼它可以长得更好，因为这个比做的，还算，结构上蛮完整的，我还蛮欣赏自己的。那这一颗算是比较成功的一颗，而且还比较大。那现在的木瓜呢，也开始长大了，那。一个木瓜一个木瓜这样吃，其实可以吃很久。那看它掉那么多个，还蛮爽的。那过一阵子，下面的摘完可能就要再把它压矮一点，我这样才摘得到它。OK，以上这是我们的木瓜区咯。Hello，大家好啊，这一颗是我们种的百香果，还有差不多10公分就可以到架子上面了。显然它生长得算还不错，希望它继续加油努力。这边有2颗小的，也还不错，就继续生长。那原本一片叶子的，现在也开始长出新芽，希望它能够顺利长大，因为这一颗可是用钱买的。OK，这是今天的百香果，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咯。大家好，这是我们的。盐业莴苣，那盐业莴苣算是这一次直播里面长得比较好的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这次它就长得比较好，可能也是天时地利吧，搞不清楚，等一下来帮它顺便除除草，然后让它顺利长大吧，加油喽！这边是我们的空心菜专区。已经长出了小苗，那过一阵子我可能要把后面的，老的空心菜也全部都除掉，然后重新再种过，可能就这一两天吧。那旁边的这个苞谷呢，看起来是很惨，因为它的小苗呢都被虫给吃了，只剩下后面最后一面一颗，长大。那我今天会来继续再培一些苗，来陪他，OK，今天这是我们的菜谱的情形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OK，拜拜。